喂 ，Hello， 能听到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小辉。你多少预算啊？要什么机械？我3000多预算想要个13 Pro 啊。3000多预算13 Pro， 什么内存啊？128的吗？啊，不行，我要个大内存的，要256的，我要拿来直播的。可以啊，我现在在市场这边，我找一下咯，然后到时候给你挑一下啊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行行，那就先这样，你等我消息了。Later。Hello， 美女，给你找的那个13 Pro 大内存的已经找到了，挑了3个，成色都挺不错的，就是这个电池会高点，这个是90的，其余2个都是80多的，你看一下要哪一个？高电池的呀，而且我这么漂亮，我肯定是要颜色是漂亮的，要蓝色这个。啊，好，那就给你看一下蓝色这个啊，你看这个3个摄像头的，拿来直播的话也是非常好的，然后那样成色也不错。基本上没什么划痕，只有使用痕迹，屏幕也可以。看一下这里面，你看电池90%的电池，非常高的一台。这个的话，因为你选的是那个卡贴的嘛，然后卡贴的话就比较便宜了，而且也在你预算内，3299就可以了。我来货就3100，我就收个跑腿费啊。配件肯定有的，等会我会拿去重新质检一下，确定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会给你配那个25瓦充电器、钢化膜、手机壳，然后还给你多配了个耳机。行行行，谢谢，赶快给我发货哦。放心放心，你看快递都在这里。好的好的。